那时候我很常看网球王子，钟雄洛王，对，或者是什么回旋蛇球、外旋八球，你超棒，小安，扭到脚是那个。嗨，大家好，我是阿星，上课啦。那我们今天老师呢，一样是我们的美丽。大家今天助教又说，没错，老师来讲，你说今天又遇到大麻烦，遇到一组，等一下，遇到什么烦？大麻烦。OK， 怎么？可是我是好奇问一下，好奇问一下，对，听说是来吼。宣传他们的社团计划，又有东西要宣传。哎，你们学校很奇怪，动不动就有转学生，动不动就有转学生，我一次要做几个转学生？好，这个气场太对劲了。转学生在这里，班长是吗？班长是好学生。好，那他是转学生。OK， 可是你的造型看起来，你的造型很坏。等一下，我刚刚这样子，差一点我搞。对不起，搞错，他是想换的学生，智商比较没有那么高的学生。不要在这边，全部给我坐下。哎，有礼貌一点，墨镜拿下来啊。你刚刚一进来的时候，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你是不是去多动青光眼手术，还不能见光，所以你在戴墨镜？没有，帅哥不是都这样吗？光很多。瓦工也这样子啊。瓦工刚做完青光眼手术也是这样，所以他们是要宣传他们社团的东西。对，来我们班，然后他们没有付钱，没有付钱呐、不需要付钱啊。你哎，班长就是我的糖果爸爸，干嘛？可是你没有让我开开心心啊！有啊，你看你现在多开心！你要确定我有开心。先讲你们社团之前，你们好好先跟大家讲一下，班长你怎么称呼？到现在还没有自我介绍。对啊，大家好，我是凯西。看到没有，这是人太红的经纪人。我是凯西的经纪人，我叫欧利埃。欧先生，欧先生是谁呀？欧同学啦。他今天是班长，然后这个班长穿的比坏学生。装太坏，怎么还要坏？那我们是不一样的，它是时髦坏。你是坏掉的坏，坏掉的坏。没有，那我想问你们社团宣传是想宣传什么东西？你就大致讲一下，我就看可不可以让你宣传。对对对对。当然是宣传我们要发专辑。我知道，对不起。他们要发，他们要发财了。关键字不能讲到。我知道。不能说是12月或1月。没有。我们这一月把三沾先呐。我们今天已经宣传完了嘛。我们先走了。什么？日期已经讲了。老师想要先检查你的手机。为什么会说很中二？就是因为他手机搞不好一些很中二的东西在里面。等一下，你先说你要看什么？是要看我们12月那支 MV？ 没有没有。老师，我这边有口罩，来给他戴上。不是，我跟你讲，我老师来看的是同学受不了了。我们要看一些比较简单的，像是通常都听什么音乐，你的 Netflix 都看什么东西， YouTube 都看什么东西， Pornhub 都看什么东西？ Pornhub 都看什么东西哦？他看台湾，我知道什么东西。I'm so 帅啊啊！最近因为我现在要转摇滚的，所以注意听他讲话，他不会宣传的。所以我现在一直在听一个叫 Bring Me the Horizon 的新专辑。哦，很嘶吼的一个乐团。对，没错，我听懂。我懂，我听过。Oh shit， Bring Me the Horizon 新专辑。太酷了，真的超屌。所以你现在会吼了吗？你吼我看呢、啊。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刚刚是有人中邪是不是？因为其实你要听他吼，对不对 ？Free Fall 有吼，去听一下。喂，你要讲 Free Fall， 等一下，你要叫那个鞭子拿过来。你刚刚听那个团，你可以清唱一段他们的歌吗？不行，他的喉咙就还没有到位，帮我先打一打。基本上要喝农药才有办法去做这种。如果你清唱一段，你觉得就是轻松可以唱出来的歌，我们就可以送秒数。没关系，我们不需要。你们社团真的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跟你讲，我只需要5秒钟。哦，而且就不用我拿。不要说 ending 啊，不要 ending 啊。那我再来，我们就玩一个叫做《中二苹果自我解释表》。这算是一个随堂考日本节目啊。来，因为我们知道 OZ 其实很多歌曲都是透过这种电玩动漫来灵感来创作，对不对？你到底多喜欢？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看动漫？小时候吧，从《火影忍者》三年级。哇，没有，《火影忍者》在三年级。我还在惊讶这个，对不对？不能惊讶，是不是？你大学对不对？他已经出社会了，就算你刚退伍了，没有错，你有回应了。你
知道其实中二是一个气场吗？真的吗？就你当跟一个人沟通，你只要知道他讲出什么东西是中二的，那个雷达就会响，那个雷达就会响，然后你就知道。对，谢我。就跟龙珠雷达一样，喂，你好中二。龙珠怎么会讲这种东西？好丢脸哦，那个嘛，对不对？哔哔哔，对对对。Hello， 尊重一下，我是班长 ，OK？ 我也要玩吗？因为我不中二。所以我也不中二。你真的不中二吗？我。你眼睛闭起来想一想，三二一，好，解答。我不中二啊。第一个，有没有喜欢的二次元异性？当然有啊，娜美，你是娜美吗？我是娜美，娜美，罗宾，罗宾跟娜美，罗宾跟娜美是最烧的，最烧的。然后再早期一点，乌龙派出所的栗子，然后喜欢栗子哦，对吧？大强，然后火影的话，纲手奶奶，纲手是有一种成熟的美。我喜欢老的，越老越喜欢。对，然后没有，可是最近他喜欢年纪大的。那我知道，我推荐一个给你，真的，这个很猛的，千寻。这已经老炸了。而且有双胞胎啊！哦，自己三个人哦，太可怕了！我现在有那么坏，大家自己幻想一下哈。哎，那你自己，你说二次元的，对，这是男生啊，他是遮半脸，这样 OK 啊？就是神秘的，他头发是白色，很潮，态度是态度 OK。OK， 好，不用聊头发，不用聊头发，来下一个。所以我这样圈起来吗？可以啊，可以，可以。那这个是要怎样是？他圈啊，他有就圈了，有就他们两个都圈。你哪里？我们安德森啊，我是不是？我在上游戏来着，你在那边搞这个什么东西？哎，你的创作灵感是有来自动漫跟电玩的吗？都有啊。其实像这次 Free Fall， 整体上光那个神话感其实就蛮中二的吧？哦，是哦。你在偷打歌没关系，这样我知道就好。我知道这边就好，我知道这边的打歌很厉害，有技巧性。对啊，我们都去年不是演过像什么 Diamond 那些有没有什么火遁？哦，对对对，对吧？再讲我就生气喽，再讲老师生气喽。幻想自己是什么动漫主角，三个人一起讲。小丸子啊，小丸子，小丸子有什么？谁会想要当小丸子？我觉得他就每天他都过得很惬意，这样。你比较像花妈吧？那是你们逼我。Hello， 你好吗？有情感，哎，他侵占了，我们有那个名额。加了，加上去可以。啊，就小丸子很chill啊，对啊，小丸子很chill，我第一次听到小丸子很chill，随时都可以睡觉啊，这有吗？他有学业要操心哎，但是他没有对自己的学业很上心啊。哇，你是小丸子研究社。啊，再来下一个。运动时候会发出什么奇怪的声音或口号？你知道我以前会打乒乓球，那时候我很常看《网球王子》，中雄若王，对对，或者是什么回旋蛇球、外旋发球，然后这样下去，我觉得他的姿势是对的，你知道吗？他真的是这样发球，对，月前龙马的外旋发球，然后换左手换右手，对对对对，我会做，真的是蛮中的，所以我又要全，我也会啊，我也会啊，所以你是什么？我就是会。欸，我是发语助词，就是我太多了，类似那个没有办法用力啊。就是你突然出，比如说打篮球，你打篮球，要不要让我讲话啊？来，你说，比如说打篮球嘛，投出去之后你就，哦，会这样子，我会，他也会啊。我以为你是犯人的时候那边，哎，要犯规，不是，不然就投出去 ，truck。哎，赚了，对对对对对对。来，那你们喊出最喜欢的动漫或者是电影。猴子先，猴子先。猴子来，你先。他会那个一连串那个什么手势，那种什么雷切。哎，来，在桌上，我不要，不要，可以啦，不要这样。那你就这样子做给我看，这样子，以为开始，再来。你们觉得自己可以预测未来吗？我觉得我已经预测到了，有预测到未来，像怎么样？未来会影响过去，过去会影响未来。哇，你的未来这就是一个干话吧？没有，就是星际效应那个，就是心灵鸡汤哦。四次元空间的时候，你基本上时间会打破那个，会比较慢一点的。没有，不是慢，是时间会变成一条线，所以基本上你现在同时是出生，同时一起死，同时在拍这个节目，同时在。好，谢谢，我们继续进入下一题。你们出糗的时候会装正经吗？我会，我会自己，他会尖叫，就比如说他跌倒的时候就哎呀，我装谁不会啊？他是真的是啊那种，是有点啊少年那种娇嗔那样的，不要那么跌倒的，你知道吗？早安，扭到脚是那种，你先扭到，然后自己在坐起。
然后脚开始发光。你出球的时候会装正经吗？你出球，好，今天你走在路上，对，突然拿着一杯咖啡的时候，你今天穿的超级帅，然后在过马路的时候直接大跌到，咖啡泼满身，然后趴在地上，你会说哈哈哈 ，sorry， 不会，我没事，故意，我就说很快超久的跑走，跑走，我一定会讲，你会站起来说，哎、欸，这个导演可以了吗？要再一个，再一个，然后走过去啊，哎、欸，这招很有用，哎、欸，下次跌倒就直接哎开一个，然后就旁边的人就说，哎、欸，哪里有镜头？对，就一直这样看。哦，一定要塞一个人出来很大的成功。来，再来，有没有幻想能够跟力丸一样一拳敲破墙壁吗？我曾经幻想一拳打破他们某一个人的脸。什么样的情况下能想打破他？很生气啊！什么样的情况下？啊，别吵我了！哦，因为太吵了。可是这个不是中二不中二的问题吧？这其实大家看完什么电影，那种超人电影，都自己想象说，如果我今天有这个能力。我是看完力丸了，你有看过力丸吗？我看一拳超人而已。我也是看一拳超人。一拳超力王。那你想怎样？我是想说，看可不可以打败大魔王，然后带大家一起离开监狱啊！大魔王，大魔王，你要这么讲，他这么可爱，因为我是一个可爱的日本人啊！要改完音呢 ？Let's go now！ 来，再来，你们会带随身携带一些自己以为很帅的小东东吗？你说像苦无那些吗？太可爱了吧！哇，你超屌的，苦无那些很帅的东西。你讲到苦无，会让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我以前高中，这不是那种国小的事情。蝙蝠侠不是有一个他自己的飞镖？我学校有一个 3D 建模的机器，我就把那个档案搂进去，标的实体就做出来，这样就随时就放在我的包包，然后每一天就是拿那个东西在那边甩来甩去。没有，因为你不是会戴墨镜，因为你每次都会戴一个什么样的墨镜？对，是有了，我会戴三副。你一个人出门戴三副眼镜，青光也很严重，适应各种不同的亮度。它有 shade， 太阳的、室内的。我准备一些眼镜，用装炸弹的盒子，超中了，超好笑的。哦，这都是 OZ 戴在身上的墨镜了。OZ 他随身会戴这种墨镜。这个就是我们签约完成，他就戴起这个。哦，我好奇你什么时候会戴这一副墨镜。河边的时候啊，他去海滩的时候，花船就会戴这个。没有，因为我们觉得那个 OZ 他可能戴墨镜非常帅气，这样子，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眼镜给他戴，他都会觉得。我觉得应该是长得帅的人戴什么都会。真的是这样子吗？不用，一定是这样子吗？一定是这样子。那你一定戴，你戴一定没有问题、啊。我知道，我当然没有问题啊。对，你试试看嘛。不瞒你说，我这你真有这一只？我有这一副。你看，给大家看，帅哥戴也是，你也是帅。这个时候要听那个。这个谁会戴啦？哎，这个应该是你要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因为他的演出会动。哎，下面有什么东西呢？不知道，好混乱，我好混乱。很像小丸子的眼睛，很彪哎，小丸子。哎，你们真的不想看他戴这个吗？想看他戴这个。这个就是最，我跟你讲，就是最适合他的。看一下，哦，碧潭呢？碧潭代言的。高同学，你摆个帅的姿势给我看一下。他帅的第一个竟然是这样子，真是不得。但你给镜头一个帅的，帅是不是？你要拿钱吗？没有。哦，为什么摄影师要笑这样？他笑，是在笑。为什么他的帅是波刘海？哇，这个对我伤害很大。没关系，没事啊，没事，我没事啊，我心里很健康啊，我很健康。我们下一题。下一题啊！可是波刘海其实很中二，真的。以前我这样甩啊，对不对？就是遮到眼睛的时候，还在讲头发了。对啊，而不是想说到底把一个人伤害到什么程度，看你什么时候会对破灭。这边几楼？这边六楼。这边六楼下去可以死，可以。所以如果他这样跳出去的话，是某种程度上的 free fall 吗？你不要跳太后面，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这样不好听。这位同学不好听，老师很理性。对对对，教室里面。原来再来，可以背出什么动漫或者是电影的台词吗？这太多了，太多了，这已经多到他都把它刺在身上了。哪里 ？Why do we fall so easily？ 这个是哪个片子？这个是，不要再去。Why do we fall？ 对，因为这句是那个黑暗骑士的那个诺兰的那部。他不是掉到那个洞的，掉到什么洞？对，那个洞洞，就是。笑什么？你对小洞洞有反应哦，是不是？越小越有反应。那小洞洞到底有多？哎，你们玩游戏有取什么中二的游戏 ID 吗？有，我那时候取的叫做樱花的樱，然后
山田水那个今夜的今，总是那个。走字旁那个走，鬼冢阴吉的冢，阴什么？阴茎冢，然后丈是丈量的丈，阴茎冢丈。我那时候玩各种游戏，我都叫阴茎冢的。那相较之下，我超无聊的，我就是卡卡西一三三一小老鼠 hotmail.com。我以前玩魔兽世界的账号也叫做卡卡西。真的假的啦？对，但是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还不，我不是因为火影忍者。可是那是因为你知道这个角色。我不知道。长大怎么会这样子取？怎么可能啦、啊？真的我不知道。托梦了。卡卡西托梦，超恶。好，来再来。哦，这是大家都有。OK， 可以。你们可以模仿一个动漫角色吗？最喜欢的。最喜欢的。尤其你刚刚模仿，我刚才已经算有了。他超过了。你刚才打结印。我都已经在结印了，你太丢脸。你来，你来。就火影忍者啊 ，Sasuke。但是你要模仿动作啊。哦，动作。你而且手指跟手指要对到，不然会变胖。你们一定是没有龙哥好，然后变胖。而且还有穿背心的，那个没有人。乌鸡塔。我们这样算集体过关。那你可以学祢豆子，你的最爱。我祢豆子要怎么模仿？你就咬一个东西啊，哪个东西给你咬？不是，我只想说拿东西，拿东西起来给你咬。为什么要站起来？没有，我只想说站起来，有礼貌。要有礼貌，要有礼貌，要你这样子。不然我怎么可能是这样子给你？有可能呗。啊，最后动漫还是电玩剧情感动？有啊，《火影忍者》我大概有哭到3到4次。你真的有哭？认真哭？阿斯玛死掉的时候，然后鸣人就是他妈从他体内给完酒鬼之后离开的时候，跟他说你记得要吃青菜水果，然后就在交朋友。那 moment 其实蛮感人的，对吧？你耶，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少女自然也死掉的时候。再来死掉，对，那我光随便就讲，就只要有人死掉就会难过来。哎，拜托，不是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死掉，对啊，好，背负这些什么东西死去这样子。那你嘞？我就七龙珠啊，就是那时候打魔人普的时候，大家收集元气弹嘛。对，地球人把手举给我，给我的元气这样子。我就看这样，我就自己举起来了。啊，真的，地球人把手举起来给我的元气，毒火风水星，地球超人。不是那个倒灰，不是黑佬，我的力量都是倒灰啊。好，这个算打拳。OK， 可以。那你现在看看元气。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直接中五条，只有两个没有。我跟你讲，我就送30秒给你，大方。但是等一下，我们再加码玩一个游戏，我再送。不要啊，怎么？你要送，如果你赢我，送5秒；他赢他，再送5秒。还是我把全部，我只要赌输了，我就只要砍到剩5秒。哦，输了没得选。啊，好，今天我们就玩那个游戏，就是叫做什么什么黑白，嘻哈黑白，对，他刚讲已经嘻哈黑白，但是我嘻哈黑白切。好，今天我来老师教你这个游戏，就是你要他会放一个音乐，然后这个节奏我们先讲的时候不玩，就谁先攻谁后攻，攻完了之后就开始跳，先攻的人跳一段舞钟，上下左右，有猜中就赢。没有猜中就输，了解了。那你先跟他 PK， 然后来学生先走，接着走。不，那我赢，我先攻。等一下，直接。那刚 OZ 也是这样。哇，我刚自愿的时候。Take my life， 要他先哦，来，5、6、7啊，来比。成功，超弱。你知道为什么对他来讲很难吗？因为他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他很专心在做那个拍子的时候，他会忘记他在玩。OK， 那个是试玩吗？哇，正式哦，来正式，节目的大放，正式节目大放，正式，来正式，不要走，好，不，好，你先哦，1、2、3、4，来，3、4，哎。哎呦，再来哦！赢了，好笑，这个是什么东西？我的天！哇，你以为？对，我以为他是在耍花招嘞。这个是哇，天鹅拳。来，刚赢5秒，赢五秒喽！老师就靠你，老师输了，把那个 YouTube channel 删掉。剪刀石头布，好。等一下你先好，他尽量不看你，他没有对拍，你知道？你这是我想说这个算吗？那不行吗？好，再一次，我先开始。
丢。他脸颊的肉在晃。哦呦哦呦，奇峰地爪。他脸颊的肉真的好晃。哇！耶！就是就是，刚刚太完蛋了，非常激烈，非常激烈，非常激烈，刚刚有点刺激耶，都流汗了，我的天啊！哦，小胖子都流汗了，你刚刚在转动的时候，你的脸颊的肉抖动的很厉害，这个就叫做效果。好，那我们今天安排在是超好玩的。老师，差不多要下课了，没有？差不多要结尾了，对不对？我跟你讲，今天 OZ 欧同学赢得非常多的秒数，总共几秒？太多秒了啦，没有那么多话可以讲。16.5秒，这是16.5秒。我跟你讲，你就宣传完之后就看着镜头一直笑，然后会计时，是不是？好了，我们就把我们该讲的讲完。讲完，因为我们刚刚也偷鸡了很多那个嘛。对，偷鸡。他老师都要生气。其实我要宣传吗？让我吧。开始宣传。我就是接下来要出一张专辑了，我已经做好了。12月会有一首单曲，歌名我先不要讲，但是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很跨界性的一个合作。可以期待一下，然后那是我这张专辑的第一首主打。我前阵子也才出了 Free Fall， 所以你们如果还没有去听，可以看看一下上下左右360度的一支 MV。12月1月这整张专辑就会生出来，我花了很多心力，反正我也2年没有出专辑了，所以你们有机会可以赶快去支持一下。然后我们 Free Fall 的黑胶快要开始预购了，请锁定我们的5秒那个粉丝专页，2 1 0，完美。刚刚好46秒，粉丝专业2 1时间到，讲这可以。好了，今天非常开心，我们这个凯西以及欧同学来我们的大明星小教室宣传他们的接下来计划，这样子，那也感谢美丽老师啊，没问题，没问题啊，谢谢美丽，好不好？对对对，那感谢大家收看哦，记得追踪 Jiang City 的 YouTube， 还有美丽的 YouTube， 以及 OZ 的新计划，还有凯西的 Instagram， 这边都在这边。追我，下次见，拜拜。嗨，大家好，我是南希。看到我身上这件可爱的大学 T 了吗？没错，好搭又保暖又轻便。然后呢，这件来头可不小，这件是 Jiangxi 和共乐茶餐厅以及邮托二世三方联名的大学 T， 想要得到吗？只要12月21号在我生日当天上虾皮跟 Jiangxi 合作的老潮味专区就可以购买得到了哦。12月21号我们虾皮老潮味专区见 ，See you。